迷路。小狗，你口渴了就告诉我，我背了满满一壶水呢。喵。小猫，肚子饿了就告诉我，我带了很多肉骨头呢。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呢？我已经走不动了。快了快了，就快到家了。喵。真的走不动了，家在哪里呀？喵呜，我们迷路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回不了家了。别害怕，我先爬上大树去看看。看到路了吗？我看到了，就在前面，穿过这片树丛，就是我们回家的路了。汪汪，那我们快走吧，天都快黑了。快走吧，妈妈说今天给我做鱼吃，我都饿了。喵。现在快到了吗？快了快了，就快到家了。条路，我们该从哪条路走呢？喵。汪汪，别担心，我有法宝，瞧，让我先闻一闻。怎么样啊？闻到什么了？是这条路吗？这条路不是，没有家里的气味。这条路也不是，这里也没有家里的气味，一定是这条小路。这条路是回家的路。别急，先让我闻一闻。没错，就是这条小路，我闻到家里的味道了，我们快走吧。真累呀，休息休息一会儿。我们快走吧，天都黑了，再不回家妈妈要着急了。好吧。